证件过期了，要办临时的证件吗？哦，你是没有回乡证的是吧？对，没有回乡证的，他是一直都没有办过回乡证是吧？有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证吗？没有，都没有是吧？我叫蔡月明，我是环港边检站执勤十二队副队长，我参加边检工作已经16年了。在工作中，我们加强通关查验组织，优化勤务组织，提高用警效率，备足执勤警力，开足查验通道，确保口岸管控绝对安全，对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、行动不便的老人及时提供帮助，对证件过期的旅客及时提供办证指引，确保口岸通关环境和谐温馨。一起的是吧？对，就前面都可以啊。对，注意安全啊，回家过年了。前日我们的执勤民警在出境大厅巡查时，发现有几个人推着一个坐着轮椅盖着棉被的老人，立即上前提供服务。经询问，老人年近90，需要前往香港就医。我们的值班队领导了解情况后，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，优先为老人及其家属办理出境手续。临离开前，老人及家属非常激动地说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，让老人家通关少了不少的麻烦和折腾。听到这句话后，我的内心也非常感动。作为一名移民管理警察，能为旅客竭诚服务，提供人文关怀，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在。福田口岸恢复通关以来，环港边检站坚决落实国家移民管理局和总站工作部署，忠实履行职责使命，全体民警坚守岗位，夯实管理优先理念，多措并举，全力保障福田环港口岸人车通关安全顺畅，用实际行动擦亮中国国门名片，